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 Dana Point 摩纳奇海滩来看房子。那我们今天所参观的这个房子呢，是非常美丽的，位于高尔夫球小区，社区有社区公园，然后离海的距离非常近的一个小区哈。那在我身后呢，就是这栋我们要参观的。现在跟我一起去里面看一下吧。那么 Dana Point 这个城市哈，它离尔湾大概30分钟车程的距离，然后距离圣地亚哥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呢，也分别都是1个小时的距离，不过一个是往南开，一个是往北开哈。那我们现在进去参观一下。跟我来院子里面享受一下。那这边呢，住起来有一点点酒店的感觉，它主打的也就是 resort 风，那种度假酒店风哈。那这周围呢有 resort， 非常高级的 resort 酒店，有高尔夫球俱乐部，然后有公园，然后有很多的绿化，然后步行可以到达海滩哦，可以来看一下加州的阳光。这一栋呢，户外已经做好了院子，做好了庭院，并且打造了这个两个大石台哈，做烧烤的空间。那这边选用的烧烤炉呢，也是非常好的牌子，是Wolf。我们今天所看的呢，即为交房的标准。我目前所在的这一栋呢，就是有在售的，可以参观一下。噔噔噔噔，在这边冰箱呢，全部都是定制制作的，跟橱柜全部都融为一体哈。非常大功率的抽油烟机，还有炉头。那这边下边呢，还藏了一个酒柜哦。那这个帘子下下来之后呢，就有绝对的隐私，然后把帘子升上去之后呢，完全没有任何痕迹，无边的窗帘设置，让我们再把它打开。哇，想象一下每天早上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梳妆打扮，准备好上班，人生奋斗的目标。
踏入了淋浴间，冲个澡，哎，从那边出去，去那边继续泡澡，好设计，好方法的设计呀、啊！那先泡澡再冲澡？哦，对，从来从来，应该先泡澡，就是在这边洗了澡，哎，去这边冲澡，然后哎，回到那边洗洗涮涮，擦个护肤，然后睡觉，对吧？好像是应该反过来哦。哇，看到这个特别大的浴缸。而且带有很多功能的那种超级大浴缸，可以在这边做泡泡浴、桑拿房。这边呢为我们的热水器，那这边呢是蹭毛、挂大衣、放鞋物的地方。墙壁油漆呢也是使用非常现代化、简洁干净的颜色。那这间卧室出来呢，就是自己可以使用的卫生间。那这个小区目前所售的几道房源呢，它都有为我们做好装修。那看它装修呢，非常细致。参观过第一间次卧，让我们去参观第二间次卧，就在这个走廊的尽头的第二间。那这边呢为我们双车库的进门入口。那这个小区呢，像我们所看的，所有的开关都非常智能化、现代化。那当然，它的 media center 就是涉及到上网啊、电力啊这一些设备呢，也都是非常先进的。这边呢，可以使用最高速的上网设备，都是已经装好的哈。那我们先参观一下车库。左边有一个楼梯可以通往楼下，楼下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地下室。很奇怪了吧？加州的房子居然有地下室？别急，我们从里面参观一下。好了，那么参观过了这个房屋呢，我们再来总结一下。我们现在位于 Dana Point 的摩纳奇海滩。那如果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屋呢，它会送我们摩纳奇海滩俱乐部的终身会员。终身会员，你没听错，摩纳奇海滩俱乐部都有什么呢？它有高尔夫球场，有
公园，有很多酒吧、酒店、健身房，并且有散步的车道，非常漂亮的草坪、绿化、棕榈树。然后这边的酒店 resort 也都是那种星级酒店，非常高级的西餐厅哦。那这一边的小区的邻里呢，也都是非常高端的高资产或者是高净值收入的人群。那搬来这边呢，无论是养老、度假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最主要的是可以无限的畅泳加州漂亮的阳光哈。那目前呢，今天我们所看的纪委交房标准，那平时呢带大家参观惯了样板房，我们现在直接看一下交房这种视频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给我点赞。我是 Mina， 一名生活。